深圳，属于有梦想的人。开了十年美食店，他已经爱上这一座城。啊，真来了啊！回去睡了吗？毕业两年了，他最大的希望是用年终奖带妈妈出一次国门。在深圳创业的第三年，他遇见了更大的深圳和更好的自己。在五千份报表中，他履行了责任。去年出了200趟差，他终于换来了部门年度销售冠军。他们用爱支持彼此。深圳农村商业银行，企业首季银行。